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谦，新年快乐。在过去35年来，我表演过上千种不同的魔术，而其中最神奇的就是今天晚上这一个银色小酒壶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请几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上台来。这个小姐有空吗？忙吗？来，给她拍拍掌声鼓励一下，麻烦你坐到这边来可以吗？我来挑一位，这位可以吗？对，可以吗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。啊，哦，我叫的是可以，来，请坐这边。好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要先说明一下。我用我的人格、生命、名誉担保，今天所有在场参与的观众朋友，绝对、绝对、绝对不是我的托。我们没有串通过，我们也没有见过面，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排练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好，非常好。小姐，请问您贵姓？我姓叶。叶小姐，您的工作呢，就是检查这个壶里面。今天演出结束之后呢，全国的观众朋友心中只有一个疑问：这个壶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所以你的工作呢，就是检查这个壶里面，确认这个壶里面完全是空的。来，我这边有手电筒，来，我们给现在摄像机看一下。好，来，你拿着手电筒，拿这个壶，你有时间慢慢检查。好，检查的越详细越好。来，我把那盖子放在这边，你也慢慢检查。好，先请问您贵姓？贵姓？姓聂。聂。聂耳的聂。哦，聂，聂先生，好，谢谢。您的工作就是把它吞下去。然后大声告诉大家这杯是什么？矿泉水吧。矿泉水是吗？来，把它全部喝完吧。好，请放在这边。好，确定是水没错吧？嗯。确定是水。水。水。好，壶是空的吗？是。好，今天演出结束之后，两位，你们有很多亲朋好友，甚至陌生人，可能会传讯息给你们，说刘谦那个壶真的是空的吗？水真的是水吗？告诉他们实话，用你的生命和名誉做担保，壶是空的，水就是水，是吧？发誓没有。你发誓没有？好，空的。好，手电筒先给我。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了，请把盖子放在我的手上，然后再把壶放在我的手上。好，今天的表演就从这一壶水开始。聂先生，你喜欢喝红葡萄酒吗？红酒。你喜欢喝红酒吗？你喜欢喝红葡萄酒吗？想喝。可以喝。好，来拿一个红酒杯。好，对着灯光看一下，这个酒杯是空的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朋友们，要酿造一瓶葡萄酒要花很多年的时间，但今天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我知道各位心里在想什么，没有人认为这杯酒是真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上有两位见证人。来，聂先生，来，请你拿这杯红酒。好，品尝红酒有三个步骤，第一，我们都知道，看颜色，我们对着灯光看一下，是红酒的颜色吗？是。是。好，闻闻看气味。是。是。来，最后，你有买保险吧？哦，开玩笑，来喝一口。大声告诉大家，这杯是不是红酒？是红酒。哦，谢谢。哎，您可以请坐，您可以请坐，请坐。每一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有人喜欢喝红葡萄酒，我个人喜欢喝白葡萄酒。喜欢白葡萄酒吗？叶小姐，来，
看看颜色，闻闻气味，然后喝一口，然后大声告诉大家，这一杯是白葡萄酒。谢谢。来，两位可以回到座位上，来，可以回到座位上，跟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手上这杯酒。现在是过年，今天是年夜饭，全国的家家户户人这时候桌上肯定有一样东西。大家知道吃炸鸡一定要喝的是什么？啤酒。来喝喝看，对，没错，谢谢。我们来试试看一些不一样的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位蓝衣服的先生，好，来，这个杯子给你，检查一下这杯子是不是空的。来，那个话筒给他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心里想一个饮料，心里想就好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大声说出来。想好了。大声说出来。是想什么是吧？对。豆汁儿吧。难住你了？老北京那个豆汁。没有难住你吧？闻闻看，是豆汁的味道吗？是豆汁。看起来像豆汁，闻起来像豆汁。来，你喝一口。如果真的是豆汁的话，麻烦你对着话筒大声说四个字：见证奇迹。真的是见证奇迹了。谢谢。这位小姐可以吗？我们找一位女士来。请问您贵姓？我姓杨。杨小姐，好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同样我来重复一件事情，我们之间没有见过面，我们绝对没有串通过，你绝对不是我的托，对吧？对。好。杨小姐，心里想一个饮料，不要说出来，想就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先声明一下，这个饮料真的是你自己随便选的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知道，你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真的是你自己想的，对吗？对。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，来，你过来。我不确定会不会成功，伸出你的左手。好，我要把这个壶放在你的手上，别让它掉下来了哈。好，接下来你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，眼睛盯着这个壶看；第二个，脑中想着你这个饮料，想得越具体越好，它的颜色、它的气味、它的口感，最重要的是想象它就在这里面。好，抓着摇一摇，什么感觉？特别烫。特别烫。嗯。你心里想的饮料是热的吗？对。只成功一半，只成功一半。接下来想它的气味，想它的气味。是这个气味吗？闻闻看。哇，真的是这个气味，是这个气味。好像是某种茶，对吗？对。什么茶？红茶。这看起来像红茶吗？是的。来，看起来像红茶，闻起来像红茶，倒出来，红茶。来，叶小姐，来，你拿着。你喝一口，如果它真的是红茶的话，
请你大声说出四个字，见证奇迹。见证奇迹。谢谢。来，可以请回到座位上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对，叶小姐，我忘了问您一件事情。叶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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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红茶能加糖的吗？加糖了。加糖，在这边稍等我一下。嗯。最后这个是献给你的，因为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。